GPD XP 玩王者荣耀设置一键换装，实现复活假秒换名刀。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用 GPD XP 一键换装功能真的超简单，顽强黑铁也能打出荣耀王者的操作。首先按下按键映射功能键，将 L2 键拖动到商店的栏目上面，然后将旁边的方框勾选，屏幕下方会提示开启一键换装，防止有人没看清楚。这里再勾选一次，设置好之后点击保存，这样我们按下 L2 就可以一键换装了。当然，首先要在商店选择预购装备。 然后点选个人装备栏里需要替换的装备，按下 L2 就可以实现名刀秒切复活甲了，是不是超强大？为了防止有人没看明白，这里再演示一遍，将战斧一键换成名刀。首先设置预购装备为名刀，然后装备栏里点选战斧，按下 L2 键。 装备栏里的斧头已经替换成名刀了，学会了吗？马上去冲荣耀王者！